自然疗法心得分享。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谈的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sleep apnea）。好，这是一个蛮常见的毛病，好像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的毛病。同时是很多很多慢性疾病的源头啊！哈、哦，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哈、哦，几乎没有人失眠了、啊，因为哈、哦，他怎么睡都睡不饱，一睡下去就马上打呼，打呼以后呢，氧气就不够，啊、哦，他这个里面有一个怎么睡都睡不着那个字打错，要睡不饱，注意力不集中，容易打瞌睡，白天哈、哦、叫不醒。晨间头痛打瞌睡，晚上、哦、常常尿尿，起来尿尿，辗转反侧，有时候被自己的鼾声吓醒，这样。那外人看他就一段时间没有呼吸，或者打呼哈、哦，吵死人这样。那么睡眠呼吸中止哈、哦，它事实上分中枢型跟阻塞型。那么阻塞型哈、哦，就是。他的这个舌头往后掉，或者呼吸道太窄哈，前拥垂啊，哦，阻塞等等哈，它是阻塞型，会打呼的声音很大。那么这个中枢型哈，有时候打呼的声音不见得那么大。中枢型是脑细胞有问题，脑细胞这个脑干的这个睡眠中枢哈。大家看两个长条形的哈，叫呼吸中枢跟吸气中枢，它是管我们的肋间肌跟横膈膜的哈，它这里没有放电，没有放出电波，所以哈，我们要诊断周边型跟中枢型很简单，你就用一个简易的这种睡眠呼吸中止检测仪哈，一个带子下面那个是绑在腹部的。袋子，啊，另外一个袋子绑在中间那个往胸部，啊，上面那个呢，就是放在鼻子那边侦测它有没有气。如果它的腹部没有动，横膈膜没动，肋间肌没动，鼻子没有气，这个叫做中枢型，就是肌肉都没动嘛，哈、哦。那么这个中枢型跟周边型怎么分呢？周边型就是不一定会发生问题，它就是打呼而已。比方说，我示范一下，它的呼声是这样，是这样，一直打呼，可能很大声。它不见你如果测它的血氧浓度它不见得会降低。这种大概只是吵到人而已，啊、哦。那么。这个叫做打呼 snoring， 那么阻塞周边型阻塞是怎么样呢？它是这样，这样，这个叫周边型阻塞，就这里舌头往后掉卡住了，它有呼吸，肋间肌横膈膜有动。那个中枢型是这样，中枢型哈，它是这样。然后就没有声音了，隔了好久好久好久，你看他的脸一直变黑变黑变黑，你正想说是不是踢他一下会不会死掉，他忽然间就，这个叫中枢型，啊，这个一看就知道，一听就知道。那么如果你夹一个那个SpO2 血氧浓度计哈，你就看到的血氧99、98、97、96，啊，94、95、90，啊，然后呢？到了89，一直降到85左右哈、哦，他脸都黑了，这样，这个就缺氧。应该是 CO2 很高的时候才刺激他。对对对对对，没有错 ，CO2 高哈、哦。因为人脑哈、哦、不能缺氧，我们的人哈、哦，我们人哈、哦、被人掐住脖子，三分钟人就死了嘛啊、哦，所以千万不要去试啊、哦。有人做那个。一种性游戏哈，好像把脖子掐住这样，有时候不小心就死了。因为人体
大脑占体重的 2%， 消耗掉 25% 的能量氧气哈。氧气够不够看那个溶氧剂就知道嘛哈。SpO2 正常是 99,96 以上。那么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后遗症呢，常见的就是脑细胞缺氧。你缺氧的时候哈，就没有自己修复的能力了，各种精神疾病、神经疾病、自律神经失调都会出来了，甚至失智症、脑细胞退化、阿兹海默症、巴金森全部都有可能跑出来。他的这个原因就是说哈，我举例来讲，你一部摩托车啊，你看它的黑烟很少，可是你把它的洞口塞住，塞了1/2、1/3啊，塞了80%，它不是熄火就一直冒黑烟，氧气不够嘛？你氧气不够，二氧化碳过高，啊、哦，它就我们的车子就引擎就发不动、跑不动啊，哈、哦，啊，上坡没有力啊，我们身体也是一样。那、啊、你这样的话，你这个氧气不够的时候，二氧化碳又过高的时候呢，你身体基本上所有的机能都在退化，啊、哦。该做的好的胆固醇也做不出来啊，尿酸也排不出来啊，胰脏也分泌不出胰岛素等等，很多病都跑出来，尤其是脑细胞本身的退化更严重。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图哈、啊，睡眠呼吸中止症会产生什么症状？第一，代谢症候群，血糖高，啊，三酸甘油脂高。甚至会肾功能受损，洗肾很多很多，我患者很多都是这样，啊，想要去洗肾了，不过来我这里就不用洗了，这样。还有糖尿病、阿兹海默症，眼睛看不到，基本上大概全部都是非常严重的毛病。他治疗的方法呢，也是一样，断糖生酮饮食，哈，啊，就是清气热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9岁人的正常脑波哈，一个19岁的正常脑波是这样，这个蛮漂亮的哈。好，这边有一个61岁的阿兹海默症的脑波，他为什么脑细胞这么少呢？好像灯泡都死光了、坏光了这样，因为他脑细胞一直缺氧，哈。睡眠呼吸中止，睡不好，死亡。最右边那个是类淀粉堆积，阿兹海默症就跑出来了。好，脑一直萎缩，你照电脑断层就会看到脑萎缩 ，MRI 也会萎缩，萎缩，萎缩到最后，啊，右边是萎缩的哈，左边是正常的，右边是萎缩，啊，这个电脑断层啊，这个右边也是萎缩。啊，这个人他有什么症状呢？他叫出门会迷路，去便利商店买东西一定要人带这样。他，你跟他讲话，问他早上吃什么，嗯，好像我还没吃这样，他就忘光光了。讲过的话一分钟前就忘掉了，几乎脑细胞死到正常1500亿，我看他可能剩不到500亿啊。好，这个人呢，脑波是这样，那我们给他做高压氧没有效。啊，做这个去体验管系清也没有效，啊，都没有效。然后呢，甚至治疗以后效果也不明显。所以不是，如果已经到重度阿兹海默症，其实要逆转是不容易的，啊，就好像人缺氧，心脏停止跳动，啊，死了以后是不会复活的这样。所以说百病同源嘛哈，睡眠呼吸中止症一定要好好的治疗。然后呢，他的有些人会肾功能受损，为什么会肾功能受损呢？为什么会肾病变呢？因为哈，这个就牵涉到我们脑的保护机制。肾哈，这个它有一个肾血管嘛哈，它每天都要过滤很多东西，哦。那么当我们缺氧的时候哈，
我们的脑细胞哈、哦、就开始打这个肾脏的主意了。我们一缺氧的时候，首先是我们的脑细胞说：“哎，心脏啊，你跳快一点，跳快一点。”好，心脏就跳快，跳快，跳快，好，跳快啊、哦！跳快的时候呢，交感就要高，交感高，心脏才会快嘛。所以你人就浅眠喽、哦，好、哦，或者是心脏说：“哎，心脏你高，心脏跳快，我还是不舒啊、不够氧。”你就把那个压力增加一点，这血压就高起来。这样，然后呢，你就是变成，因为交感高，容易人就会流汗嘛，就盗汗，很多人一睡觉就全身是汗，好、哦，这个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一个并发症哈、哦，盗汗。还有呢，就是浅眠，因为副交感高才是睡着嘛，交感高就是睡不很浅眠，人家进来他都知道，闹钟还没有响，他就先压住了，这样就知道闹钟要响。就是这样。那如果说他这个血压高哈、哦，去不小心去量血压，那量血压哈、哦，就是血压高哦，就赶快去看心脏科，高到180、200，很多人是这样。那么心脏科哈、哦，不看还好，看的话他一定是给你降血压的药嘛。啊、哦，心脏科不开降血压的药，他要做什么？当然是要降血压。好。那血压降下去，心跳也开太高 ，propanolol 开一下，血压降一下，好，心脏科医师的责任完成了，他并没有解决掉你的睡眠呼吸中止，他只是解决掉你的高血压，我们叫做治标。好，不治还好，不治医生说会中风没有错，血压太高，我们的血管会爆掉嘛。啊，你治了以后呢？你晚上回去，你还是睡眠呼吸中止，不会因为血压降了就不会睡眠呼吸中止嘛？因为那个不是原因啊。好，好，晚上哈、哦，好戏就来了。结果医生那个脑细胞说：“哎，心脏啊，跳快一点啦，我缺氧啊，你不快不行啊。”心脏说：“我跳不起来了，我快不起来了。”那你血压高一点嘛，我高不起来了，高不起来，脑细胞怎么办？然后就打肾脏的主意，哎，肾脏。你好，你很耐缺氧，因为我们的肾脏捐给人36小时保养的好，保管的好，种回去还会活啊，好，所以肾脏很耐缺氧，所以肾脏一缺氧哈，就麻烦就来了，因为我们很多人蛋白尿、血尿啊，尿酸就高了，因为我们的肾脏就很多肾丝球嘛，肾丝球就是把这个脏的血经过这个肾丝球啊，然后把好的东西收回去，坏的排掉。好，大家看这个肾丝球有这个小孔哈、哦，久了呢，肾丝球就顶不在罢工状态哈、哦，它没有氧，我怎么工作？它没有办法排尿酸了、啊、哈、哦。如果这个洞越来越大，就血尿就跑出来了。好，肾脏它会慢慢坏掉，有时候会不可逆，10000个、20000个、100000个。肾丝球一直坏坏坏，到最后，creatinine 肌酸酐上升了 ，BUN 上升了。医生说：“哦，你小心哦，你这样下去可能会死肾哦。”可是肾脏科医生也没有办法做什么，那就只好等了、啊。等什么？等到有一天病人说需要我的时候，我再来帮他。不然就先做一个人工血管，对不对？要死肾的话，才不会找不到血管嘛。好，这样就是很麻烦的啊。哦，就是常常我很多病人就是这样，好、哦、不听话，好、哦、不用我的方法就跑去洗肾。那新陈代谢症候群也是啊，那新陈代谢症候群哈、哦，代谢症候群呢、哦，三高里面哈、哦，它也是以糖血糖的啊、这个为基础哦哈、哦，代谢症候群就是说，有时候哈、哦。我们的血氧太低，脑细胞受不了的时候，他就打胰脏的主意咯。胰脏是干嘛的？他就是要吃下的东西哈，他就分泌这个白色的，这个是葡萄糖嘛哈，他就分泌有 T 字形，好像钥匙孔这样，钥匙一样，胰岛素。这个胰岛素呢，就会插进这个钥匙孔，然后把这个洞打开，葡萄糖就跑进去了哦。这种人就是没有糖尿病。好，正常。那么如果有一天呢，他这个胰脏哈、哦，他的血液被调到脑去用了，
它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制造胰岛素，或者制造的胰岛素有问题，就好像钥匙坏掉了，打不开我们的没有办法插进去了。这个虽然有胰岛素，可是呢这个洞打不开门打不开，门打不开就麻烦了后面还会提到糖尿病。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呢？看睡眠呼吸中止症看到谁的手里，内科医师呢就是看你有什么双相干耳子啊，类固醇那个什么胆固醇控制一下，还有最重要，如果你就测看你严重程度嘛，反正就测一下睡眠呼吸中心他就是跟你带气泡嘛，带到老这样每天带。可是大部分人大概八九成的人都带不住买了不会带。那么外科医师呢就会看你开刀咯，把舌根开一下啦，气管弄一下啦，脂肪拿掉啦，鼻甲弄一下，开了十几个刀好像都没有什么效。我还有最近有一个患者，他被开了十几次刀的，最后还是一样打鼾少一点，睡眠中止中枢型都没有少，听不到什么鼾声，还是在打呼。那么我们的治疗方法就是生酮饮食。为什么？因为脑细胞像前面讲的，它已经不会代谢葡萄糖啦。其实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他勇敢的断了糖把脑细胞的燃料变成这个糖。睡眠呼吸中止症通常都有九成以上都跑回来变成酮，还有就是吸进去把酸排掉，然后呢做热疗把酸排掉通常这个是我们的标准处方啦。那么睡眠呼吸中止症我们整个完整的来讲呢，它原因有哪一些呢？第一有可能是过敏原侵蚀脑细干脑干呼吸中枢，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要再重复讲，你可以看一下前面讲的肠肺脑漏，因为过敏原跑到脑部去不得了跑到管情绪的就过动跑到这个前额就是自闭症跑到这个管运动肌肉的就是妥瑞嘛还有就是脑干没有办法好好利用葡萄糖，你们可以看一下前面讲的那个听一下第二章就是葡萄糖中毒就是我们人脑细胞就是我们不是讲过吗，你应该要吃这个淀粉葡萄糖正能量50%，然后脂肪就是酮体占40%，这个比例是正常的可是很多人都是大量吃，几乎脂肪吃不到5%-10%，大量吃淀粉，水果、馒头、包子、地瓜、马铃薯水果整斤的吃，加饮料一直喝，都是这个引起的葡萄糖中毒引起的。所以要吃长糖生酮饮食、低糖或者断糖，看你严重的程度。这个就是糖正常的人脑这个 PET 正子扫描是这样，通常都会有一些睡眠呼吸中止或者脑部疾病的人像右边那个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所以说脑干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就没有办法放出指令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你们可以看一下生酮饮食这一章就是这个要做一个脂肪要吃到够。生酮饮食的目的就是要减少酸的产生嘛，把燃料葡萄糖燃料变成酮好。再来呢，睡眠呼吸中止症要治疗的话就是要考虑到它细胞内过酸跟自由基过多的问题后面会提到细胞内太酸脑神经就没有办法传导。所以说第六集细胞内酸中毒大家也重复把它看一下还有氢分子医学怎么样排酸排自由基，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脑细胞里面
它的酸碱值应该维持微碱性 7.2， 如果你太酸的话，脑细胞就放不出电波了，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再来就是要吃到好的原料，必需脂肪酸 Omega 3要吃到够，369里面的3、总量要够，必需脂肪酸也要够。所以说前面有讲过可见油跟不可见油通常你只要油脂有吃到够，很多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就会好起来，甚至有些人盗汗的有时候几天就整个就好起来。我们这个身体有这个寡突细胞，脑修复脑神经的，你修复它，它就是要原料嘛，原料就是脂肪酸所以说睡眠呼吸中止症肾脏科就帮人洗肾，因为他也就是到他手上肾脏就坏掉了嘛，他只好洗肾嘛那么新陈代谢科他也不是管睡眠呼吸中止的嘛，他就管你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的嘛高血压糖尿病的嘛那么他也很尽责的去开药，对不对？阿兹海默症呢，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药可以医，可是他也很这个神经科医师也是很负责任的，跟你做电脑断层还有这个 MRI 啊 PET 啊照到最后跟你说很抱歉这个没有药医这样，不过他也是尽了他的责任嘛还有就是眼睛看不到越来越模糊这个也不是眼科医师的事情，谁叫你身体搞坏，对不对？好，他的源头很多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那么它的治疗在我手里面呢很简单，就是断糖生酮饮食，去找一个亲戚来吸这个诊所里面我们没有放亲戚他自己要想办法去找，还有要去做一下热疗，把酸跟自由基排干净，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很简单的疗法。其实各位如果有睡眠呼吸中止症，你用我的方法很快就没有了像我这个有一个医生他在住国外，我在国外演讲他来找我我远远看到这个人怎么这样脸好大，然后呢一看就知道类固醇吃很多，后来他找我飞来台湾，他说他有叫做纤维肌痛症，一直吃止痛药止痛药止痛药类固醇一直吃，一不吃就很痛有睡眠呼吸中止，有痛风，有糖尿病，才40岁膀胱过冬一个晚上要起来尿5-6次，有异位性皮肤炎他的脚是这样，尿酸常常被医生开刀挤牙膏你看他的脸大成这样他有跟我说这个照片可以用不过我还眼睛不要遮没关系，不过我还是帮他把眼睛遮起来了你看他的痛风败血症什么病都来了，他在我们这边测脑波一看，哇，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脑波一看就知道，那个好像左边的占位筋排排站一看就知道，你看好像兵马俑一样，有没有？这个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典型脑波，以后用视觉机器人都可以看了治疗以后有好一些，好吸完清我叫他一天吸5个小时他的这个吸完以后他整个脑波有变化，今天我就不做详细的说明脑波就是降低这个波降低1443左脑，右脑降低1217这样。他的自律神经很低，心跳很快，然后我总结一下他的这个自律神经的变化呢，好，大家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心跳第一天2015年4月20号心跳这边心跳116116体温完清变成100，第三天心跳变87，然后那个吸完清变79，然后他的自律神经活性6的吸完清变16第三天变23，正常是24交感正常221它是10吸完变35，第三天变282，总能量呢正常314，它第一次18，我们叫气若游丝行心跳很快，
第三天变300多。这个人哈、哦，他三天后，我们跟他测那个仪器哈、哦，就没有睡眠呼吸中止。三天，啊、哦，这个不是开玩笑，有实证有证据的。后来一年后呢，我在马来西亚再看到他，我问他好了没，他说好了，没有睡眠呼吸中止了，药也没再吃了，因为他不会骗我嘛哈、哦。后来我就问他旁边他太太，他说我可以作证，哦，他没有打呼，连打呼都没有了。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标准的、很典型的这个案例哈、哦。好，这一集哈、哦、就讲到这边为止，欢迎大家谢谢收看，欢迎大家看下面一集细胞内酸中毒。